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今天是中这个镇上打电话就要来复查，我看一下恢复的怎么样。今天55天呢，我去查一下。好了，要多喝水，多喝点水。要逼尿的。走吧。在哪里做？在这里做，是吧？B 草是在这里的啊，这个是。还有什么？还有。我不认识。你懂雪花？你上厕所了呗？你上厕所了呗？不懂。上厕所了呗？没懂。你有手面呗？恢复的怎么样？恢复的挺好，挺好吧？啊，什么时候要第三胎？两年以后，剖腹产的两年以后才能肯定要。医生说的吧？哎，不是医生说的，我说的。你说，我就是医生。你就是。两年以后才可以要孩子，因为我是剖腹产嘛，还要孩子，我第三胎了，他说。你那个子宫肌瘤没事吧？肌瘤没事。哦，好的，他说割到，割完了，他说没复发，肌瘤这边他没事的。你不是刀口有点疼，让他看。刀口就得看了，他说没事，长得啥？我这种感觉对吗？有点疼，里面有点疼。他说没事。你那背疼看了吗？给他说的，他抱孩子抱的。是吧？嗯。哦。他说肯定是抱孩子抱的。哦。我说这里疼，这里有点疼。嗯，抱孩子抱的，医生说的。饿了吧？饿了，那吃饭去吧。走了。因为我老公又带我吃好的了。